之所以说呢，所有只要能够防火的那种意义啊，通通会在木头长廊里面出现。那么藻井的周围呢，我们去庙里面可以看到，然后去供祠的池塘也可以看得到藻井。那他们都会用水藻纹跪在，就雕刻或者是彩绘在它的周围，就是取其意可以防火、压制火灾的意思。所以藻井是因为有很多的水藻纹而称为藻井。